海洋海捕大对虾啊，来看咱这个虾，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啊，看到没？直接水煮啊，煮水开了之后煮个两三分钟，嗯，哎呀妈，太鲜了！把这肉剥开给你们看，这肉。看到没？肉质特别紧实 Q 弹啊，特别有嚼劲。个头啊，看到没？看个头。超级无敌大啊！咱直播还给你们准备了这个红花鱼丸，还有咱们家这个精品带鱼段，看质量啊，没冰一的，还有我们家看着不好看，但是做出来特别好吃的，呜，大鱿鱼，哎，待会儿就开直播啊！知道可以在我直播间备点年货啊，太费力了。嗯，肉质特别 Q 弹，特别紧实，这个虾特别好吃。哇，天哪！我去，这个肉。